我讲啊，歹势啊，兄弟，你阿只妹啊，你阿走一撮，真歹势，真歹势。我都哎呦，我都娶一个某吼，低头啦。啊，明话请这回家，拢低头啦。啊，我都娶伊低头，我请伊低头。啊，所以拜托你来，到斗三工。啊，明话，我要靠三工啦。啊，你讲靠三工，你听清楚，人客啊，啊，明话靠三工啦。我有一届吼，叫会计师来。我公司的小足乱的啦，乱到乱七八糟啊！今年到底赚偌济钱嘛？唔知啦，啊，今年到底是了钱也唔知啦，到年底啊，你听我咧小算未出来，啊，我某做会计会，我某是会计的上大迄个主管，年底也无怎算出公司赚了了钱啦，现在小咧抓未出来，啊，到做几趟天也唔知公司赚偌济钱了，了了了乱七八糟的，叫会计师来，叫会计师来，我本来就会计师啊，叫会计师来，叫来加，好了，加差不多啊啦吼。啊、我走你就知啦，大哥，那个会计师要走了。哦，咱想讲做人一个态度，你听无？咱嘛爱硬拍一个招呼嘛，我就行去，啊，是会议室内底我就行去。好啊，薛经理，薛经理，我跟你说，哎，薛经理啊，感谢你，拍谁？哦，你加不会员过来，你来找一撮，你无钱的嘛，咱来搞无钱。啊，但你不能我会计输啊啦。我讲啊，拍谁啊？薛经理要这杯啊，你来找一撮，加拍谁？我讲不会啦，安尼啦。我讲谢谢，无多。哎呦，我讲一句哦，啊，无多，哎呦，我就娶一个某啊，低头啦。啊，明仔我请这回家，我低头啦。啊，我多的，穿低头，我请低头啦。所以拜托你来到三个。你听我讲这句的意思无？给我讲这句的意思，只是一个，要怎讲，就是一个这礼貌性的说辞。你听啊，拍谁，加拍谁啊？我这某不要含班啦。啊，我无讲含班啦，我就讲拍谁，我娶这某就低头啦。啊，请这回家嘛低头啦。我只要麻烦你来个走一撮啊，谢谢。安尼啊，喂！我讲这句够最严重个，你甲我讲，我讲这句最严重个无？你甲我一会计师面头前讲这句够最严重个，无吧？这就是个客套话，你听好无？啊，你咱人斗三工，咱嘛只讲谢谢客套话，一下咱就囡仔含班啥，咱就无含班。安尼啊，喂！我无靠三工啦，安尼讲靠三工，你听清楚，人客啊，安尼啊，喂，靠三工啦。不过你为什么安尼靠三工？你靠我一到公司也靠到啊，厝啊咧靠半暝啊，你听无？我靠到安尼呼呼叫，我就跪，我是安那啦，我安尼哭，我是安那，你唔甲我讲，发生什么代志啦？妈，你问到要天，到最后要讲，你袂一包，面头就讲低头。我讲你低头还好吧？低头无这样重吧？啊，这种啥？安尼啊话，你阮某我讲一下低头够较多。你讲我甲讲的低头就有面子。咱可是想讲，你不能低头啊！啊，但是咱阁袂使伊在听，伊讲无啦，咱就客套话。安尼啊话，人客啊，我靠三工。真正靠三工啦，安尼啊话回袂煞啦。我这某哦，我某较幼皮啦，较幼皮啦，伊就做姑娘啊，跟我这刀片同款啦，就做姑娘啊哦。刚刚我们是属于没有什么物欲的人，无什么物欲的哦。我常常跟我某讲，即我常常常了是安讲，我某哦，食爱买 copy 的物件。安尼啊话，常咧偷包咧买 copy 的，啊无就啥物都一个菜市啊，都一个头家就咧买 copy 安尼。啊！你看一家 copy 好看，你听有无？哦，看一家这块老尾啊，啥啥，你讲一家好看嘛？你，我未歹啊！当时去买，涨啊！我涨你去十八号市吗？无啊！我菜市啊买，其他买600。安尼啊话啊，头家娘啊，你才好个啊！你买 copy 啊，你嘛无安尼。我未歹啊！你看你未歹啊！你看我歹，我对啦，唔是讲歹啦，嘛唔是讲真啊，假有成无成拢其次啊！你才好个啊！你买 copy 啊，你嘛无安尼。安尼啊话，你好啊，到尾惊死人！你钱欠要创啊？你嘛爱买正。安尼讲嘛，无啦，我怎安怎，啊就一个人一个姓，你听有无？一个人一个姓，我较属于那种大而化之，还是属于那种小家族企业。我买物件哦，我并无咧提，都除非讲迄会使报税，我就报；，好西门另外无咧报税，我就无提。啊，你若讲有诶买物件会使敲打同边，我就去拍；，讲加油拍同边，我就去拍。发票就交转。啊，你西门买物件，现在买一个物件，无去发票啦，就讲啥物买两个，买一杯什么40块摇茶，你发票咱就无用，你听有咱怎安怎？我无是啦。啊！你发票那个蛋掉，我啊无你发票来创，啊这是对奖啊！啊娘喂，头家娘啊，你莫安尼，你假我就中大奖啊！你讲要对什么奖啊？啊娘喂，你假我敢无中大奖？第一大奖起来中着啊！你敢不知？你还搁要丢发票？就是安尼。